鲤鱼潭水库第一部画面空牌曝光，旧台三线遗址，一百年前的客庄河道，甚至连走过的道路一一现形。干涸的大地，一片黄土。苗栗鲤鱼潭水库几乎绝大面积都是如此景象，更被称为是台版亚特兰提斯，让人无比震撼。整座水库蓄水量只剩下3.6%，透过民航局及苗栗县政府申请核准，珍贵的空牌镜头让民众一窥水库内部画面，缺水缺得有多凶。云林甚至有农民为了抢灌溉用水，刻意将沟渠用木板拦截水源，害得下游无水灌溉，大打出手。这得灌溉，伊也要破，那伊也要破，我也要破，那伊也要破呢。环境爱强的就出去咁泼泼落去啊哩。水道灌溉，人人都要用水，但无奈这两口水井水量只剩下过去的三成，根本不够用，甚至有的地方地下水连抽都抽不到。还有人眼睁睁看着附近工厂排放废水，实在浪费。环保局也将对废水进行检测，假使水质符合灌溉标准，也许可行。这点点滴滴都是珍贵。解中部综合报道。